如何用软陶制作十二生肖之辰龙？辰，三月的卦象，此时正值群龙行雨的时节，辰自然就属了龙。今天几分钟课堂教你制作十二生肖之辰龙。你将需要白色软陶、肉色软陶、黑色软陶、黄色软陶、橙色软陶、褐色软陶，一套软陶工具，牙签一根。第一步，取白色软陶，揉一个白色圆球做头部。第二步，取黄色软陶，捏成薄片。将头部包裹，留出脸部，修整边缘，第三步，取少量黑色软陶揉成圆形，粘于脸上作为眼睛，眼睛内点白点作为眼眸，第四步，取少量黑色软陶捏成细条状做眉毛，调整长度和弧度，第五步，同样取少量黄色软陶揉成椭圆形，粘于脸上成为鼻子，第六步，取少量黑色软陶粘于头顶，在黑点上沾上白点，第七步，用肉色软陶做鼻子，粘在头顶，用工具压出鼻子的形态，第八步，取橙色软陶捏成两条长方形，再揉六个小圆球，将它们进行组合，粘于头顶上方。第九步，取黄色软陶捏两个三角形，粘于头顶两侧，调整形态。第十步，取褐色软陶捏塑两个褐色龙角，
站在凸起后面，呈此形状。提示：各色软陶可以用黄色软陶加红色软陶加黑色软陶调制而成。第十一步，用橙色软陶捏两根弯曲的龙须。站在鼻子两旁，调整形态。第十二步，用黄色软陶雕塑龙身。第十三步，连接身体与头部。再取白色软陶做成白色薄片。用工具划横纹，在腹胸部沾上白色薄片，第十四步，取白色软陶捏成圆柱形，粘于身体两侧，调整手的形状，同样捏两个稍大的圆柱形，捏于脚底成为双脚。第十五步，在尾巴上加上黄色的小凸起。第十六步，取肉色软陶在两边耳朵下方点缀肉色凸起，左右各三个，呈逐渐减小的形状。这样，十二生肖之辰龙就制作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十二生肖中属龙的人往往都具有力量、热心、成功、胆量、健康、多情、僵直、迷惑、不信任、自夸、不满多言的性格。